大家好，我是王明清。今天的文化风情带大家来到著名的水乡绍兴。绍兴地处浙江杭州湾钱塘江的南岸，这里呢不光是风光迷人，而且还是著名的戏曲之乡、书法之乡，出了很多众多的历史名人。从我身后看过去，这里有河道纵横的水巷，还有黑瓦粉墙、鳞次栉比的台门老屋，难怪这里素有桥都、水城和东方威尼斯的美城。绍兴位于中国浙江省的东北部，绍兴市的市区面积有339平方公里，人口64万，是一座具有2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人都说绍兴是名人之城、书法之城、水乡之城、美酒之城、戏剧之城。翻开绍兴的历史，每一页都会散发出浓郁的人文气息。千百年来沧海桑田，今日的绍兴已经成为一座无围墙的博物馆了。王书记您好，这次我们来绍兴可以专访到您，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感谢你们到我们这来采访。那么绍兴我们知道它荣选为全国十大魅力城市，那么这一次的文化艺术节，你们的主题也就魅力绍兴。那么在您自己又是这一新领导班子的核心力量，那么在您看来，你觉得魅力绍兴的主题核心的卖点是什么？谢谢你提这个问题啊。我们绍兴呢，去年呢被中国中央电视台这个评为中国十个最佳魅力城市是之一，是在全国的这个几百个城市当中，一步步地筛选出来、挑选出来。所以呢，这个我们被评上了这个中国的最佳魅力城市以后啊，对于展示我们这个绍兴城市的它的内在的一种文化，展示我们绍兴这个城市的它的风貌、风格，对于提升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它的这个竞争力。啊，特别是对凝聚绍兴人民的一种凝聚性，啊，向心力，展示一种自豪感，啊，都非常有意义的，啊，成为我们国家那么多城市十大最佳魅力城市，非常令人自豪的一种啊魅力在这里啊。但是您的压力可能更大了。是啊，我也就是说要这个要在新的魅力的基础上，我们当代人，当代人怎么能够增加一次新的内涵，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座城市有着2500年的历史。那么这座城市呢，它和其他城市不一样，就是说，它是建成以后，就是城址就一直没动过，就这么延续下来。所以它的整个城市的文脉的延续是一直没断过。我们这座绍兴这座城市呢，具有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之称。啊，所以这里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有自己特点的，这就是它是一个水乡，典型的江南水城，这个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啊，所以你看到桥也很多，你看到这个乌篷船呢，啊等等，都是和水联系在一起，有水，这个城市就会有灵气，啊。一会儿呢，马上带大家跟我一起坐船去环城河，游览一下绍兴的迷人风光。这个环城河的总长为12.5公里，沿途我们会欣赏到8个开放式景点，当中会欣赏到28座形态各异的石桥，其中丰泽江廊桥为浙江省目前最大最豪华的一座廊桥，尤其在夜晚灯光映照之下尤为的豪华。下面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坐船带大家欣赏一下绍兴的水上风光。站在绍兴护城河的岸边，望着眼前纷飞的柳絮，再看看两岸整合的人家，让我亲身感受到绍兴深厚久远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荡舟涟漪间，可以饱览两岸秀美的风光。这里蜿蜒的青石板，参差的屋瓦房，还有乌篷小桨悠然的拍水声，似乎都在向我诉说着鲁迅先生笔下的水乡风韵。今日我哋暂时远离都市嘅喧嚣，嚟到水乡，以一种闲暇嘅心情享受小城嘅宁静同平和。我哋喺船上饮住清香嘅珠茶，食住香糕同埋肇庆茴香豆，睇住船老大喺一旁悠然自得咁品尝醇厚嘅肇庆老酒，空气里面嘅酒香、河水同埋岸边青草嘅气息，令人感受到一股淡淡嘅香愁。嗰、那个就系鲁迅小说中嘅时代，我哋似乎睇到长林嫂、老四爷、闰土、杨二嫂、阿 Q， 仲有孔乙己添。现在我们带大家正坐在船上进行绍兴古城的环城游。这个船呢，在绍兴俗称水上巴士，它是整个的环游道呢，是由南至北至东西，可以贯穿整个护城河。坐这个船上，不仅可以欣赏到两岸著名的风光，而且也是著名的山行道，所以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当年书圣王羲之畅游时候的感觉：山因道上行，如在镜中游。我们现在走过这个城门是九大城门之一，所以最古老的一座城门叫着迎恩门。那么原来绍兴靠这个护城河与外界呢进行一种防御功能，那么护城河之外就是绍兴城外，这个迎恩门之内呢就是绍兴城内。那么这座桥非常具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我们一起慢慢欣赏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绍兴除了有水乡之称，而且还是书法之乡，著名的书圣王羲之他的祖居就在绍兴借珠。那么借珠呢就在我身后这座山的山脚下，因而这座山也因为他的书圣这个名称而改名王家山。王家山上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塔叫文笔塔，那么它的塔的形状大家仔细看像不像一支毛笔，所以顾名思义叫文笔塔。可见绍兴的老老少少们都记着这位书圣王羲之。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座塔。东湖在绍兴城东6公里以外，本来是一座石山湖，和浙东的古运河连接，后来一分为二，堤内部分就成为今日的东湖。东湖就好像一座巨大的水石盆景佳作，湖水清凉幽深，碧潭岩影景色奇绝，两岸崖壁高耸，巧夺天工。湖边的广场以及著名的亭、园、房、门、楼、轩、苑点缀其间，而各式各样的古桥横跨两岸。当游船穿过一个个桥洞，我们感受到沿途的蓝天、碧水、陆地组成的一幅连住一幅醉人的美景，为江南水城平添了无限风情。但是生活在水边的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河水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林美祥林嫂到河边淘米洗菜而被人掳走的故事似乎就发生在这里。现在我所在的环境就是绍兴城东湖，在这儿呢人们是游东湖、坐乌篷、品黄酒、看社戏，已经成了当地百姓的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站在这个古社戏台上，我想起了鲁迅当年看社戏的情景。现在呢，人们依然保持着这个看社戏的风土人情，而且再次让我领略到了小城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水城风韵。白玉长堤路，乌篷小画船，是绍兴人对乌篷船的赞美。而鲁迅先生曾经这样写：我瞓在船道，听船底潺潺的水声。这种乌篷船情节深深感动了人70多年。乌篷船的船篷一般都被油成黑色，船家用脚划船，
全套乌篷共有八扇，一半固定，一半可以移动，方便欣赏两岸风景。鲁迅在社戏中曾经写过自己和童年的小伙伴阿发和双喜一起坐住乌篷船去看社戏的情景，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将会带大家搭船畅游古城水道，参加水城风情旅游节开幕式晚会，并且夜游百年古巷仓桥直街，再带大家看看以岩景闻名于世的柯岩风景区，最后还要带大家穿街走巷，在那些狭窄的石板街道上，你可以听到一辈一辈的人经历过的大时代里面的真实故事。